出来放风，时间好舒畅，终于又可以上厕所了。我要赶快把它尿尿尿尿。我等一下哈、哦，还要跟我的好朋友、哦、一起去跑跑。来这里哈、哦，阿爸，你可以放心的去玩吧。我等一下又要回去吹冷气了，这里真的是太人性化管理了，赞赞赞。